哎呀，当初啊，当初啊，来三楼那个顶那里碎了一块，那里现在补过来。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今天就很忙很忙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今天全部都在开工，明天就入伙了，所以呢，所有没有做完的工今天应该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都在干活吧。然后的话那个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很丰富的一天。谁帅这里啊？哎呦，你要拍我干什么？哎呀，有美女了就给大家分享一下。1 2 3 4 5 6今天买那个搞卫生用的这些。6个表，1 2 3 4 5 6没有4个多。哎，我妈嘞，7个桶，1 2 3 4 5 6，眼睛长什么了？8块就8块，9块。2个6块，1块就5块，又6块。这个乱七八糟的5块，哎，4块。这四个，哎，不买了，回去给他算，自己算，你走不要，走了，算好就走了。哎呦，你这两个得我全部了不？那用几枚去？你买那个的话，你就行不行啊？好吧。哎呦，这边给钱。这一点点就507。哎呦，这505都不给500，你还想让我7块钱毛都没有？5块钱。恭喜收款500元。那么大声还讲出来？哇！4块5，因为地涨5块哟。那对了，对了，五百，拿回去数一下。等一下呢，抠也要抠，给我也没有用。等你们去跟你那个老婆大人报一下。那500块就没有了。你要进去吗？嗯。下过去啊！哎呀，快点！这刚脱，刚进去，放那里，放那。哎，这个呀，啊！这是外放假我来给你，你上手机。我相信你个鬼！阿姨会信你们喽。好，今天全部分工，所有人都分工，各有各的干了。哎，啊，那个买好，没事。养狗了，我一跳了。我们组织人呀，昨天嘛卖狗了，哎，那个叫两条。好，外跳，还搬。把这个很亮，不容易。哎，放那里。哦，该给我狗了。这个顶。我跟着是跟着好不？啊？怎么样？怎么样？谁呢？啊？偷起来了，你偷起来了。搁扯下了，扯到下了。偷起来，你偷起来，偷高了。那好像高了啊。你偷起来，搁着高了。不行，你没放。哈哈。没等，没等，没等。啊？这样放也可以了。反正哪个人，差不多。
哎呀，容易嘛，快跳，姐姐。这种生蚝蛮好，容易跳的。那天你钓，你很烂的钓不？大伯厉害，跟我爸的一样，样都拉，样样都拉。今天全部翻了。对啊。嗯。家泡的我的。哦哟，这是大哥泡的那些药、药材、药材。大哥泡的。完了哟。好一点。你看这样走日的。你干啥呢？你把你不干啥？啊，你把你弄养啥药品嘛？养动物呀。你们还没养到蟑螂哦？再你们养到蟑螂了？那下子你没干，你干活都没拉来让蟑螂。哈哈哈哈哈。所有的房间，我把这里擦得一干二净。小红毯下班了哦，蓝宝可以的。怎么会有一根的？你买了是看那个鸡哦，不过我妈上去跟我住过，她不去，她舍不得，她大孙子跟那小孙子对着你。有两个工作空空了一个房间，然后她就想上去，她想上去就上去吧。那红包啊，红包啊，没有，大号没有，快点。你房间？你房间？你房间？很高的。房间？我有红包给你搞。你拿，上边拿。我一块块钱一包够的。黄金彩的。黄金彩的。黄金彩，用摇的摇的。那个工作时间到底在哪里？死了，又瘦了，一百斤进来，106，穿衣服脱衣服要露肚。里面还有东西，干货。是没？我靠，200！我降一百了。肥了。哎呦，才是本来170的，现在是200哟。OK。问扣你了，我点就办。我买啲文件啊，有几啊人。然后哎，你头一个潇洒法。那你要给我做饭了？哈哈哈！你给我做饭了，真的。所以你拿你那拖拉机来拉的。所以拖拉机来拉到的。也没好装，那喊价。别别光打我。哎呦，我们的喊价，喊打我的。耶，蛐蛐也是生命。没有，它没有房吗？它要借住的吗？嗯。哎呦，今天真的忙啊！哎呦，过来，我看谁在这里？哎呦，搞那么干净呢、啊？你不开灯吗？还用开灯哦？你开一个，我看一下这一个，全体开工。哦，大伯辛苦哦。哎呀，我爸的衣柜。
哎呦，这边一整天都在忙，外面的师傅们也都在加班，所有人今天都在忙。哎呦，好多东西，还有那么多东西，这些那么多东西，真大，等一下，真大。我等我放假哦，人家没人的装。再加加点焊那个，还有三个小时。哎，你的东西呢？没拿。没拿。不急。这个要拿。我等你来。啊，你把这里也抹了。擦啦。这里要整一下。看一下那一边。三楼还没有完工，我看一下这个师傅。加一根加固，这边房间他们都看了。全部都在开工。你一个人在这里吗？嗯，姐姐，你一个人也能玩了半天呢。嗯家。现在有这个围栏就不怕它，就不用围着它。等一下，还有，再搞一下。走，我下去等老板打完那个，装完那个电，我就。这东西你都要吗？哎呦，别闹了，走，快点，走快一点。钱都掉了，人家要的，帮他捡一下。放外面全都湿了。哎，你看我结婚小舅子打的那把伞，那是给新娘打的，小舅子给我打。新郎也要打吗？是吗，大伯？还有这种存货。先投上去，这三箱也是他的，又来那里。这箱是我们的，这箱是我们买回来那个灯没有完的。凹开，哎呦，脚抽筋，什么东西都有，我又没看懂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假菜啥的，灯光。那这个呢？这个呢？抹布，这你问他，那是一整套他买的。哦，那是那下面的，这是一整套，这个是什么？你信不信我砸你？亮一下，给他看一下这上面怎么回事。我还差一个烤箱，你从去年说到今年。OK， 把这里全部冲洗了一下，看一下这边。哎，今天搞了一整天了，全部都搞定。在入伙前做准备的最后一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期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从咱们入伙开始的咱们农村的一个风俗跟大家分享，期待下期，拜拜。
Hello U2B 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农人 DJ 峰峰，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感谢大家的订阅，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祝大家生活愉快。